好的，终于有点友来跳舞了，好开心哦！Friday Swing，欢迎所有教徒周五一起来跳舞，感受复古的三零年代。报名备注我是点友，有优惠哦。你看啊，像我们的救世主这么多都是开店的嘛，嗯，所以刚刚说到那个 Z m a 的交友 App，、嗯、它其实是一个社交 App，你不要把它想成交友啦。嗯，那。 救世主自己有自己的活动，自己有自己的店家，其实都可以设置说，哎、嗯欸，哦，今天来我这边有什么什么优惠等等之类。嗯、然后假设我们真的未来建好了马信宇宙之后，嗯、你只要今天晚上不知道做什么，嗯、你无聊你就上马信宇宙，嗯、你就会知道在哪里会有点有的什么活动，哦、你就可以去超赞。